这位是陈居士啊，他说墨学自1998年听你讲经以来，心生欢喜。他说可是，在去年11月间突然身体不适，常常感到头昏、走不动、呼吸困难。虽然看了医生也没什么起色，因为这个病痛导致我的生活工作力不从心，因而感到非常痛苦无助啊，请问这是否业障现象啊？我应该如何是好？确实这个是业障啊，业障。业障呢，重要的是要知道忏悔啊，我们多想一想，你不妨呢，看看《了凡四训》啊。如果能看于敬义欲造神迹，就更好啊。看了之后啊，仔细就反省，看看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，到底有哪些过失啊？要把这些过失统统改正过来啊！这个求佛菩萨加持啊，希望你能够恢复健康啊，生活能够正常。